打一包涮肉价卖，分享一下粉丝群。这边天气有点冷，怎么感觉我嘴巴怪怪的呢？是刚刚辣着的原因吗？直播间1000多人，马上2000人了，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今天我把胡子刮了，然后牙齿有点白啊，不好意思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我饱了。吃饱了没有？撑都撑了。撑得撑。吃饱了就好。一起回去吗？来，希望我们两个一起回去的，回去的扣个一。希望阿伟一个人回去的扣个二。我看一下直播间家人们的意见啊。听听直播间的家人们的意见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二妹的支持，鼓励二妹，对，谢谢你这么多扣一的，你看很多人都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，他们都扣一，你看，扣二的也有，但是比较少，对吧？哎，谢谢点赞，谢谢，直播间1600人，马上2000人了，今天晚上网络不卡了吧？完了不卡了就好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你有野史，我知道。你有野史正常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有吗？那边。哦，这个不是野史吗？我这么气质的男人怎么会有野史？没有了，现在。对吧，家人们？怎么可能会没有呢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直播间1600人，马上2000人了，咱们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阿伟的粉丝群啊、哦。今天晚上，晚了一点啊、哦，大家开心快乐啊、哦，来到二妹直播间，欢迎大家来到二妹直播间。咱们把张张点一下好吧，张张点一下，谢谢。感觉我的皮肤也白了啊、哦，现在。怎么感觉你一来我就长胖了呢？我一来你就长胖。嗯。是因为你看到阿伟哥你就开心吗？就长胖了。不是。是吧？不是。不是吗？嗯。那是什么？那你一来我就没睡好，然后天天想着第二天要给你们做些什么。怕你们吃不习惯我们这边的习惯，特别好吃，不用想啊、哦，你看来到你家也为难你，就怕他们觉得我做的饭不好吃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做的饭很好吃。是吗？特别好吃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咱们把张张点一下，家人们。感谢点赞，对，我觉得主要是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家人们，我希望你们给二妹做做思想工作，因为二妹家里面也有事儿要忙，所以她也，回去跟我回去，她家里面也放不下，喜欢你们两个直播是吧？我们两个直播就比较直的性格，直来直去的那种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对。二妹又是好媳妇儿。二妹是个家来，是一个优秀人物啊、哦。是吗？决定成为富婆的，对吧？肯定是吗？嗯。你眼睛还有东西？我眼睛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眼睛。
没有，没有。你不要这么看我嘛，我不好意思。我没有看你。我会害羞的。我没有看你。其实，眼里面有二妹。对，如果这样子都还有东西的话，只有你了，眼里面只有你了。是吗？嗯。二妹这个笑的，现在牙齿都盖不住了，直接这样子。没有，我还盖着洞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咱们分享一下阿伟的粉丝群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晚上好。对，没有给二妹点关注的，给二妹点点关注。二妹是一个淳朴的女孩，温柔的女孩，善良的女孩，这么好的女孩。你也说一下阿伟哥，阿伟哥怎么样？善良呀，温柔呀，话又少呀。还有呢？个子又高呀，长得又帅呀，哦，心又好啊，还有哪里好？你想让我夸你哪里吗？你让我看看你头发。哦，阿伟哥头发又多呀。是，头发挂在耳朵上。那你还想让我夸你呢？你觉得我什么好，你就夸夸什么嘛。你看阿伟哥的鼻子多高呀，眼睛多好看呀，嘴巴多小呀，下巴多尖呀，头发那么多。这个你不说我都知道。说点我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嘛。你看不到的一面吗？啊，那你自己都看不到的一面我怎么看得到？说一点我自己看不到。二妹丑不丑？觉得二妹丑的扣个一，觉得二妹漂亮的扣个二。卡扣一的多吧？卡。卡吗？不卡吧？卡，卡了。不卡吧？有一点点卡吗？怎么老是卡呢？用你的手机拨音老卡。手机的原因吧。嗯，都是二。都是二。说明你漂亮呗。可能是吧，嗯，就是嘴巴有点大，嗯，我嘴巴小哦。嘴巴没有你的大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故意说的。你嘴巴小，特别小，眼睛大啊，就是，啊，比我的大，你看家人们，我的眼睛算是比较大的，比我的大，我会靠一点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今天跟二妹的爸爸妈妈也聊了一下，家人们，主要是二妹老爸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也支持我们的相处，但是呢，这还是得要看这个缘分，对吧？尤其是现在家里面。我们两个觉得就是工作也不在一个地方啊，二妹也需要在家里面干点活什么的。我说这个的话有时间我也可以来帮忙二妹，可以来帮二妹一起干一下。我虽然没有怎么干过活，但是我也可以学着干嘛，是吧？这些都问题不大嘛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然后二妹现在呢，她也很为难。七一下吧，你们这个乱不能乱七的啊，家人们，七了要负责任的。七了之后呢，你们懂的，知道吧？
要不二妹，你们家的活就我请两个员工来干吧，包给他们，就是，他们，但是你们这边的，他们不知道干不干得来。他们可能干的不一样，可能干不来。耍朋友在一起，这边下雨了又。耍朋友这个事儿吧。又下雨了，这样的，又下雨了。怎么又下雨了呢？又下雨了，家人们。这边一会儿又下雨，一会儿又那什么。今天早上下了，然后中午停了，下午又下了，然后又停了，刚刚又下了，又停了，现在又下了。还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啊？对。就跟你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的一样。不一样。啊。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是不开心，我是一直不开心。对，这边下雨了。有点冷，突然冷。我这边帅吧？我也长胖了一点啊。确实。主要是来到农村里面就吃得好，吃得好，吃得饱，知道吧？包给人家干是吧？他们农村里面，你们也知道，需要。种苞谷啊，种玉米啊，这些。种玉米嘛，种土豆嘛，这些。云南干死，我们这边天天下雨，这两天。都有点冷。你看二妹都穿着羽绒服呢。我穿着羽绒服都冷。二妹都穿着羽绒服。谢谢点赞。南青树，南青树。南山凤果。谢谢点赞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来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好吧？对。月的工资，这个不好说啊，这个不好说。这个不太好说啊，家人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来你们家我都不想回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呗。主要是在你们这边吃的又好，天天宰猪、宰羊、宰鸡的，今天又宰了两只鸡，家人们，然后又吃的饱饱了，前天又。宰了一头猪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感谢点赞，家人们。咱们把这个点一下啊，这只手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有点痛，这儿。这边很好，就这儿。看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就这个地方，骨头这儿。这地方有点痛是吧？嗯。我给你按一下就。妈嘞妈嘞妈嘞！有这样子的吗？我说我这儿有点疼，他说他看一下就好了，结果，哦，这样确实，我今天这样拉了一下，就这个，是不是好了？还是痛。
好做了吗？就这个地方做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多了。清一下就好，这话说的。不可能，清一下怎么可能好？好不了，这样子，清一下也好不了。清一下也好，抱一下也好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家人们听得到我们说话吧？声音大不大？是不是下雨了？听得不太清楚。以前干活活时，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周末的嘛，而且一般都是放假的时候就把活干好了。听到了是吧？周末的话又不上课，周末就把这些干了。就是这边下雨，下雨就有时候那个。就我还行，我还行。不叫美颜了吗？关了吗？美颜关了，吓人吗？这低姿提高的。又毁你的形象。我还好，只是我脸上的粉都没有了。把美颜关了吧。再可以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这样子就没有美颜。你不是说你变白了吗？太黑了。黑吗？不可以吗？我爸找我。老爸，怎么了？你这在外面啊？多少天了？我在二妹家他们这边玩呢。我知道啊，是不是该回来了？啊？没，可能过两天就回来了。我的天！你在外面忙些什么啊？忙些什么？我干完这什么早点回来了呀？我这边我这路也比较远嘛，然后我过来了，我就想到在这边玩两天再回来嘛。差不多可以了啊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家里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，你该不该回来一下了啊？啊？公司你当甩手掌柜了是不是啊？